本来要教我，可是他在骗人。哈哈哈哈骗人？他为什么骗人？他没有教，他没有教会你，他有教你三轮的吧？没有，他就是因为那时候他在忙着教米，忙着教米飞，所以他在旁边期待就被冷落，所以他现在跟我比较好。一个这样子，恐龙姐姐有恐龙，哪里有恐龙？那个红色的，红色的恐龙。上次掉牙齿，牙仙子有给你什么？100块，给你100块。牙仙子有100块，一把，而且是假。假的牙仙子哦 ，OK， 爸爸是牙仙子，爸爸被你发现了，所以我们又收集那个，去那个盘子拿钱，然后爸爸在骗了。那如果我牙齿先掉一颗哦，牙仙子会给100块吗？对，那他你要不要掉一颗？然后掉30颗，为了100块，牺牲太大了吧？金币，金币哦，金币，上面那颗掉了是拿金币，啊，值得了，值得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没关系，牙仙子现在不在台湾。哦，对，在美国。对啊，所以现在掉不划算。Okay. 最后一个勇气挑战，请各位创造快乐的回忆才怪，他一起完成。最爱玩的，你最爱玩了。啊，长病毒，长病毒。圈圈上身。刚被传染。你失去你会被傳染。所以你一定要玩，对不对？你最爱玩，最勇敢。还是我们要不要用筛选？你救我。好啊，这样比较好玩。请问一下，你今天玩那个火山那个啊，你想谁陪你一起做？啊，露露啊，对不对？耶、yeah ！我去抱他，抱他，他要跟你做，去抱他。我真的好爱你哦！你怎么跟我选完了？你再去选一个人，选一个你。好，另外一个是谁？果果姐姐。等一下。我现在变勇士，那我就全部都。来来，朋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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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我的心情起伏好大。那你们两个人手伸出来好了。好，好，那你们来选择一个要跟你一起遇到的人，然后你去跟他握手。好，来走。好，来走。怎么又变我了？就是你，就是你。到底是谁啊？到底是谁？你。面包超人。面包超人。走吧，一句话，走吧。山里来了熊孩子，现在就按赞订阅，并加上小铃铛，一刻都不要错过哦。